大家好，今天是青森北国冬天之旅的第二天，我住的是青森市浅虫温泉的南部屋海扇阁老牌温泉大饭店。那我们今天要体验的是自己坐滑雪板玩，那咱们快点吃饭，然后准备吧。いただきます。蛋黄完美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服務老師、服部先生、今日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あ、打開了。わぁ、我们现在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喜欢那个木头吗？我很喜欢闻木头。忙给忙。好。滑雪板怎么能是直的呢？充足的喷到这个。我一看，那个我是几公斤？哎，定住。啥？啊，这个铁板呢是现在有100多度的温度，很烫的。哇，好了。哒哒哒。哎呀，头已经慢慢过来了吧？OK。的滑雪板，OK， 鼓掌。这是我的，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哎呀，哦，漂亮吗？耶！这个八甲田是 Blue Mollies 他们家最顶级的滑雪板系列。滑雪专业爱好者们就梦想的那种滑雪板。啊，いいですね。OK ですか。完成です。完成了，耶！下面我们去滑雪体验的地方，酒店会开车送我们去的。真的真的，你看这个雪很厚，但是我完全都没有掉下去，对不对？嘘嘘嘘，可以在雪上飞了的感觉啊！那老师怎么走？哎哎呀，哎呀，我的鞋掉了，两个都掉了，你看，然后我马上就变得这么矮了，就拔萝卜拔起来，好，哎呦我天，真的下来了，哎，滑雪板变身，变身完成。谁都没有踩过，啾啾啾，哟，走走，它是会跳起来的，走着很方便。哇，漂亮漂亮！这是树枝啊，所以你看雪有多厚，我们已经到这种矮树的树尖来了。我不行，等一下。完美！哇啊啊！好快呀，这个！哇哇哇哇！啊啊！好快呀，这个！哇哇哇哇哇！停停停停停！自制滑雪板，雪中散步体验成功！谢谢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勉強になりました。我肚子饿了，那我们就赶紧去吃好吃的吧。走。这就是把日本老的名家改造的饭店。ただいかれいただきます。美味しそうです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可以吃。这上面的温泉蛋是浅虫温泉做的温泉蛋。哎呀，好吃，刚刚好吃。
你第一次吃，美味啊！哇，汉堡肉，好吃，不一样。半熟溏心蛋。蜂蜜，刚刚好的甜度，不会很甜很甜的。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呢？现在这个是青森，哇，第五都节的音乐。刚才那个海豚就这样转了一圈。这个是陆澳湾的海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那陆澳湾就是青森那个内湾里面的海嘛，看，很漂亮呀。纯白色的海参它。寄居蟹都是活的，看肉藏在里头。哎呀，我发现了螃蟹，你看这个是毛蟹，内抓的。哇，毛蟹它在吐泡泡呢。快点快点，螃蟹哦，一点饿了，我们去吃螃蟹吧。好吧，我要吃螃蟹自助餐。加上会席料理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哎呀。哎。叮叮叮叮。蘸一下。馋不馋？嗯。哎呀，好吃啊！珍珠，天妇罗螃蟹腿儿，姜泥、萝卜泥拌一拌。好吃啊！没想到炸螃蟹腿也很好，来吧。嗯，好吃。嗯，螃蟹饭。鱼。今天的料理也很漂亮，很可爱，小小的一个一个的，这就是精致打会席料理。这样很好吃。下面我吃我的刺身拼盘。嗯，好吃。真甜呐！嗯，哇，哎，各个口味口感都不同。哇，好了，里面是煮海鲜。来来，请来请。哇，嗯，真是好吃。这道是意式焗苹果。嗯，意式的做法来做，我是第一次吃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泡完了温泉，皮肤，我要再泡。90分钟3000日元，就是随便喝的。飲み放題、歌い放題。はい、どうぞ。乾杯、バイバイ。
お、すごいいい飲み。今ちょっと喉乾いた。すごい喉乾いた。どちらの国からいらしたんですか？私は中国の大連です。大連。大連。北の方知ってますか？あの、地図でしか見たことないです。青森と大体同じ感じ。寒いですか？うん、気温も同じで。浴衣がにやってますね。シシ知ってます？トゲクリガニ、シジミラーメン、毛の汁。耶！啊，柠檬气泡酒啊！再见，おやすみなさい。青森北国的玩雪之旅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两天虽然外面很冷，但是在海上给我们泡了温暖的温泉，然后吃了暖和的料理，还有这边的人也很热情，感觉非常的温暖，所以这两天好像也没有那么冷嘛。那我们就晚安了，我真的困死了，晚安。早上好，哎呦，休息得很好。今天我们就要回去了。那走之前，我想买一些特产带回去。朝虫の名物がこちらのコーナーになります。昔からはこのクジラ餅とイタカリンドが有名です。あったかいですよ。温乎的。毎朝出来たてが入ります。哎，来都来了，我们就一样买一个尝尝。多久啊？我买了两个这个，那我们就来一个这个。这个是哇，这个的用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买好啦，那我们退房吧，走吧。欢迎再来。啊，谢谢啊，欢迎再来。哎呀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欢迎再来。哎呀，好好好，好的好的好的。再见了。再来再来。欢迎再来。哎，哇，真的是。都不好意思了，这里不想来吗？肯定要再来的啦，走了，我们。